赛是韩国队在这次亚锦赛的最后一场比赛，也想争取啊较佳的一个名次。对，我任何一个国家的球队啦，不管实力好坏啊，只要参与比赛都属于铁冠军。没有办法，第一至少也想办法拼个第二。对，这一球扫到了中外野，中外野手守得比较前，应该是一个，哎呦，哇，最后被他追到了，哇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哇，丁恩植果然是快腿啊，居然把这个球倒退把他给接杀出局。不过在这个半局当中呢，中华队再添4分，7-0领先。